声音点哦。大家好。好，要介绍我们的国王了吼。那我们用什么颜色？我们有什么颜色？还有嘞。大声一点，我快听不到了。好，蓝色，还有嘞。哦，还有用黑色的，那哦还有红色，红色画哪里？啊，大声一点，那里是哪里？哦，牙齿那边啊，你们请看它，不是看我。然后嘞，我们用什么东西把它完成的？我们用蜡笔完成的。那我们的那个蓝色是用什么东西？嗯，我们用水彩完成的，可是我们是用涂的吗？我们是用什么？水，我也知道是用水彩。我们用什么方式完成的？盖的。大声一点，他们听不到。盖的，对，好。那还有嘞，我们有分什么？男生跟女生。对。所以还有吗？啊，那你谢谢大家。